你是不是有得罪他？我跟那个人连话都没有说过。ヒロ、話したいんだ。やっぱダメだったわ。俺と葵。就楚红，你想守护王国？我没有打算要待很久。文树，文树，你为什么要打我一巴掌？あんたら何やってんの？本当に分かってねえのか。ふりしてるだけなんか。一届，我比一届花多。有就叫找伊天顶去。不可能吧？有啥物不可能？抱歉，我不抱歉。每个吻没车间。唯一让我无法割舍的，是我对你的情感。被打一巴掌，能怎么讨回公道？そばにさせて。待てって言うな。もう出ないよ誰も。你今天用说的都骂很光荣。最难的不是爱你。是该怎么告诉你？